各位来宾、长官，大家好！啊，咱家中农历明显发没有？啊，咱2020年金柱迎春，咱的都市秀水跨年晚会以及迎春游系列活动记者会，来，我今麦来开始。啊，咱首先来请到咱家中农历明显发没有？咱的助理委员王明基先生来欢迎各位。大家给他拍起来，拍完了，来，谢谢，谢谢。咱台南市，咱的议长郭信良议长，还有咱台南市政府，咱的民政局。咱的局长吼，咱的林市长，啊，搁有咱国家高雄咱的社区长，啊，咱凤嘉南，咱李处长，搁咱安南区咱的大家长，咱的叶志明咱的区长，搁有咱台南市政府足侪部门，遮的局长，啊，遮的处长，搁遮的科长，搁有。咱安南区，咱里长联谊会，咱的信息也会长，甲咱的副会长，佮所有安南区51里的里长，佮咱信保票，咱的副主委，咱的委员，咱的监察代表，佮我上届尊重咱议会所有各部门。的干部，还有咱上好的，咱全国所有的媒体记者，大家赞，大家好。今仔日呢，真欢喜。今仔日是咱嘉义罗里门信保庙，啊，甲咱台南市议会，啊，各部门呢，来啦举办。咱这个农历跨年，也是咱寺庙头一届，台湾全省哦，寺庙头一届的农历跨年，搁订会，这个爱来感谢咱的局长郭信良局长，搁有咱陈廷辉立委。還有咱台南市的大家长，咱的黄伟哲市长，哥呢，伊后壁安尼咧，甲咱到处咱，咱的尹佳兰，啊，咱的交通局，咱的观光局，啊，搁台江，足侪足侪，咱的政府部门，若无恁安尼大力来甲咱斗相共，啊，咱信保庙实在了，爱哥吼，等你几两年。等了几十年，才有这个大活动，而且先甲你说一个多谢，感谢您哈。啊，为着咧，要来推动咱台南市咱的观光甲文化的发展，咱正统罗里门信保庙，甲着咱台南市政府、咱的观光局，啊，甲咱凤嘉南风景处、咱的管理处、咱台江国家风景处，吼。啊，来举行咱春节的活动嘞！啊，咱啊，实在吼，嘛爱吼，感谢再感谢，遮所有的大人啦吼，遮所有的长官，啊，嘛要嘞，来甲咱全国先生代表，一定以咱的30枚啦吼，一定爱烧酒，来吼，来吼，来吼，咱信保庙。来看这个灯会，搁上界重要的就是咱的农历跨年，吼、哦，咱全国先生代表，您一定30枚，除夕夜一定爱来信保庙来看这个灯会，啊搁吼、哦，来吼、哦、过咱台湾人家己的节日，就是农历跨年，一定予恁值回票价，一定予恁值回票价。啊！而且呢，而且呢，再次呼吁全国先生代表，
一定爱来跨年，来过咱农历跨年。啊，咱新马庙咧，嘛是一连串按农历的初一，嘛办着足侪只的活动，尤其过着这个七彩平安桥，啊，望春牛讲好话，啊，安太岁啊，点光明灯，啊，弄桥卡，吼、哦，啊，哥咧，过来吼、哦，过着这个九品莲花啊，有一连串的活动，希望咱全国神仙大德一定爱半时间来给妈祖给恁看看。啊，有一挂问题，我等下甲拜托局长，佮咱邀请一下，啊来恭祝咱即届的灯会，佮咱的跨年，佮恁一连串的小春游活动，佮国际宴会，会当来安尼圆满顺利。啊，希望咱全国神仙大德一定爱莅临圣母庙来做伙共享圣旨，而且呢，先甲咱全国神仙大德来拜一个早年，恭祝咱金鼠年呢，会当予咱全国神仙大德，大家拢大吉大利，大家拢身体健康吃百里，大家拢万事如意大赚钱，有时间来圣母庙来奉茶，多谢，感谢。感谢咱王助理委员来欢迎各界莅临指导，啊，继续来邀请咱台南市议会，安尼郭局长，啊，来给咱的啊指导，郭局长，请。感谢咱的王明义主席，今仔日会使讲真罕见，我们的民政局的局长也特别来，那我们观光旅游局的局长也来，文化局的副局长也来，我们台江的处长都已经来，包括我们云嘉南风景区，加些也包括咱的区长，啊，咱的里长联谊会会长，足侪的里长，这个活动的开始。在办的过程中间，要结合着真侪人共同来处理着这个代志较圆满。我呢，自作早我就有一个构想，啊，二十几年前，像个台南市政府咧办这个跨年，是国历的跨年。我想咱台湾人真真正正要过咱台湾人的跨年，应该照你讲是咱的农历年的跨年才对啊。所以就有这个构想。我做了局长了后，那我们就加积极来处理这个工作。但是台南市呢，议会是一个监督的单位，并没有那么多的经费，也当来办这个活动。所以呢，我特别的说服的议会的同仁呢，也乐观其成，啊、嗯，编了一条小小的经费，但是够不够？不够。那透过呢，陈廷威委员特别呢，跟咱呢，啊，凤甲南风景区。啊，甲咱个主调特别较火，火甲变去甲嘉良讲，嘉良了伊讲，立竿慢慢来补助遐济。台湾部长呢，特别这个是一个专案补助，他们台江观光风景区呢，他也特别非常的配合，包括我们的民政局的局长，啊，观光旅游局的局长，文化局的局长，都大力的配合。安尼有搞无？无搞，佮透过单位入去，佮中央的，吼、哦，啊，佮其他个单位。啊，火熊来办这个活动，那么今天也配合了《中华日报》啊，特别来办这个的活动。那么咱做怎样？咱大概过年呐，时间到就伫村围路，围围了就伫遐咧拍手机啊，那么看电视。我即个新目标就办这个活动，会当我咱所有呢啊，全台湾的乡亲会当来到新目标家来倒数来看呢，过咱台湾人真真正正的过年。过年了，不但呢，是那个经理咱新目标，甲大家报告一下。灯会呢，你若到暗时来到遮个看，那个灯，你若一座是三米宽，三米宽，经过水的倒影了后，变六米宽，六米宽，足水足水足水的。这是呢，啊，你无法当直接近距离看到灯的另外一种的景色。拄好新目标有这个好高，会当来做这个工作。讲到呢，嘛非常的宽。这个舞台内底是恁足侪看到
包括呢巨星级的演唱会，嘛差不多迄个舞台呢，一礼拜前就开始打呢，这是大型的活动，结合着呢，也着政府部门全力来甲支持，希望予咱全国所有的百姓会来信宝庙过一个咱台，由于咱台湾人真真正正农历的过。那么这呢，嘛叫咱主有讲，阿问嘛来咱新宝庙，干了咱妈祖一个红包，予咱新的一年当天拢当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拢当趁钱又搁顺利。啊，我这呢，基本呢除了感谢着这几个单位以外，陈廷辉委员真的付出很大。啊，今天国会呢在假动，所以没有来到这边。那我非常呢啊，这相关的部门，我再说一次，包括那呢。东嘉南国家历史风景区，包括台江国家公园，他们难得我们的民政局的局长、观光旅游局的局长、文化局这相关单位都非常的配合啊！啊，感谢的，我也希望咱在各位里长对推广这叫人做回来，一连串圣母庙的这个活动非常有看头，也非常的精彩可期。最后预祝今天的大会圆满，也祝福我们的活动未来能够一切顺利。爱到平安顺遂快乐，多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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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郭议长啊，李明咱记者非常感谢，多谢多谢啊。继续嘞，来邀请一下咱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咱的谢处长来跟我的记者贾处长请。咱这个台南市政、台南市议会吼，郭议长吼，啊，按王主委吼，啊，市政府这民政局的颜局长吼，啊，管理局的陈局长吼，啊，都有按这个遮在地一挂里长吼，一挂乡亲、一挂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按今日真欢喜吼，会当来受邀请来参加。这今年哈，这按初年哈，2020年这个旧历年的跨年活动，还有一挂按系列的元宵系列活动哦。啊，今年哈特别大多啊，按议长有讲哈，这我看这旧历年的跨年哈，这个创举哦，我看是按这台湾家第一届有这种跨年的活动啦，啊，旧历的跨年活动哦。那这届跨年的活动，上主要有这花灯，吼，啊，这个花灯吼，阮台江国家公园特别为大家有一个黑面琵鹭的花灯，吼，伫咱这边家，吼，大家让就近了解观看这个黑面琵鹭在水面上的各种姿态，那夜间灯光打起来是相当的优美啊，吼。所以讲今年的这跨年活动，伫咱贵一定会积极扩大举办，吼。这是个实在不得了一个代志吼。那除了跨年了，按信宝庙最重要的吼，应该是按元宵节吼，这个土城迎春舞这个活动吼。啊，台江国家公园呢，真荣幸吼，会当甲这个按信宝庙家合作吼，举办这个一挂活动。啊，伫这个新春宣传的活动吼，阮。要送大家一个春舞的钥匙签，吼，就像这钥匙签啦，吼，大概就像这种，吼。大家知影讲这春舞吼，这伊的当年的一挂颜色吼、色调吼、身体、肤色等等吼，都按照农民历的方式来制作，啊，这是纯牛皮制造的，吼，啊，当年拢无啥改，吼，所以讲呢。伫这元宵节时阵呢，大家差不多哦，2月初八哦，拜六时啊，哦，按伫咱这个大埕家哦，金庙大埕家泡茶会知啊，8点半开始哦，来遮就会当领着按这个春舞的钥匙签哦，那欢迎伫元宵节时阵呢，大家过年时阵来按这金庙庙遮行春。啊嘛，会当欢迎大家过年时阵，也是元宵时阵，到阮台江国家公园诶游客中心吼来个行村。那去年这个数量呢是600分，啊，因为大家欢迎非常的热烈，
所以讲今年的这个数量呢啊增加到700份哦，所以讲希望大家听讲是逐年拢无够啦吼、哦，所以讲当时爱来排队哦，那希望讲大家当这个春牛呢，因为这春牛按王主委吼，逐年拢会讲这个春牛的一挂故事吼、哦，啊这望春牛呢，吼、哦、这个望有嘴会大富贵啦吼、哦，我这伫后边遮吼有写一挂吉祥语。那望春牛主要是怎样代代富啦吼、哦，那而且嘛祝福大家吼、哦，大家这个鼠年吼、哦，这个鼠来宝啊，这个好运呢数不完吼、哦、啊，祝福大家，最后也祝大家身体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咱台江国家公共管理处咱谢处长李林基督来介绍邀请，咱交通部观光局，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咱的齐处长来搞，咱的基督齐处长，请，谢谢，谢谢。咱新目标洪主委咱的台南市议会郭信荣郭局长，咱台江国家公园的谢处长，台南市政府民政局林局长，光联局陈局长，以及咱在咱的安南区的叶局长吼，以及咱所有的里长和咱吴会长，咱的新目标的所有的副主委员，所有的档案书吼，所有干事委员吼。作为媒体记者李志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咱哦，我来遮吼服务三冬外吼，即每一冬的即个过年吼，咱即个新目标即个头衔，即新目标的即个嘉年华吼，等于是元宵嘉年华，即个摸春牛系列活动哦，是每一冬哦，即等于是咱即个重头戏啦吼。那每一冬每一冬哦。就是咱每届来拢愈来愈精彩，吼、哦，咱这个活动吼，咱的新门庙遮咧办活动吼，真正非常的热闹吼，不管是咱的遮规个人潮啦吼，带动的周边的商机啦，等等啦吼，啊非常包括咱甚至咱交通的维持等等，拢做了非常好吼，这嘛使人足感佩啦吼，啊所以这几冬来吼，安尼每一代我拢。大家透早拢就一定爱来找伊透早来参加咱的七彩平安桥吼，这吼是非常的伟义吼，来祈求几年的平安啦吼，咱的一家做工作事业的顺气啦吼。今年较特别就是咱的王主委委员吼，特别甲我讲吼，讲咱吼这要办一个较特别、较有意义的，就是咱的农历过年吼，咱的除夕夜吼，通常咱拢是伫厝里咧。食团圆饭吼，咧食饭啊，食了就是看电视，啊无就滑手机吼。啊，即届即个王主委员吼，特别吼找咱的郭议长，咱的迄个陈廷辉立委吼，特别咧讲讨论讲是安怎要安怎甲即个吼来咧对除夕夜，就是希望来咱新埔庙吼来遮吼啊，带四大人，带咱的厝里的囡仔大大细细来遮吼啊，这妈祖来庇佑吼来保庇，啊，先煞来这。社会来遮吼，大家团聚吼，来食饱了就来遮啊看表演啊守岁哦，即、这个中迄、这个传统的农历年的即个守岁跨年，然后啊也祈求咱所有的家庭的平平安安吼，来年的迄个幸福快乐啦。所以迄阵就伫遐讲啊，无就要办即、这个咱的跨年晚会啦吼，啊个领车个就是对迄、那个。今仔开始就是遮迄个办到正月十五即个元宵的灯会，哦，安尼来办一个系列的活动，吼，来把即个整个活动更加愈扩大举办啊，愈期间愈长，吼，啊来媲美所有的迄个各个灯会，迄个整个那个景，迄个当比赛就对啊，吼。所以吼，迄阵感觉足钦佩吼，咱的王主委员吼，咱这个新目标真正足有这个企图心啦吼。所以你这个陈廷辉立委甲这个郭议长啊支持之下吼，阮伫交通部这边遮吼，来原来是部长，原来是专业吼，来叫我派我就一定爱来遮吼，来甲支持吼。所以一定讲，但是吼一个条件就是爱甲大家报告讲，希望吼咱遮亲戚好朋友一定爱甲咱。伫台北回来，也是咱遮好朋友，
爱甲因宣传讲，咱迄个除夕吼，即个暗时着爱来咱新埔庙遮守岁，来看灯会，来欣赏咱的迄个表演节目吼。啊，而且吼过冬着爱来即个嘉义，迄个来台南嘉义即搭遮附近遮佚佗，吼啊带动咱遮的迄个不管是大个啦、食个啦、餐厅啦、等等买伴手礼，吼你一定爱消费，爱有迄个成绩出来吼，安尼。咱遮较有法度交代，安尼明年较有法度搁较拼落吼，即个足重要。甲我交代一点，就是讲今年大大来甲支持吼，大力支持吼，咱交通部即届吼，我咧出足大个力吼，所以希望讲大家吼，咱少少斗甲亲戚或者斗宣传者吼，一定爱甲即个活动吼，对迄落除夕一日啊，甲闹个，甲正月十五拢爱做闹个咧，安尼吼，啊，咱个成绩有出来，啊，未来咱要阁继续阁来办，继续来推动吼，安尼啊，咱个迄个各部会、各部门吼，啊，包括咱台江国家公园，咱当然阁全力阁来甲支持吼。啊，咱啊，今年即个鼠年啦吼，咱啊希望讲咱鼠年哦，大家一出来吼，拢会当鼠年行大运啦吼，啊，做生意的人宏图大展啊，迄个钞票数不完啦吼。啊，各位的一个嘉宾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咱啊，洪金姑管理处啊，咱的处长来甲恁指导安尼吼。那么继续咧，要来邀请啊，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咱的陈局长啊，来甲我来指导吼，陈局长，请。咱王主任吼，咱新闻部王主任啊，咱个进来迄个台南市议会贵议了啊，咱个严局长吼，啊，咱个迄个台江国家公园谢处长吼，我们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徐处长啊，还有我们文化局的那个文旭吼啊，以及呢我们在场的我们圣母庙的管理委员会的各位好，就是委员好，还有我们南区的里长啊，还有我们各位媒体朋友好，大家早安好。啊，今日呢，蒋颖英吼有这个机会吼来遮吼，迄个大家吼，迄个比如台湾台南市政府吼对这回活动的支持吼，啊，这回咱台南市政府呢，伫迄个市长吼的支持之下吼，咱也是真侪约束吼，拢有通力合作做伙来支持咱议会这回活动吼，包括咱的民政局吼，咱的文化局吼，啊，搁咱管理局啊，那个咱的消防局、社会局吼，啊，搁警察局搁许多的局处，大家拢来协力吼。啊，为什么大家爱通力合作的来支持咱这么重要一个活动呢？讲实在啊，咱的桃城新埔庙吼，即几单吼办迄个国际烟火节已经办到吼，下港有马来西亚啊，迄个又顶港吼上出名，而且已经是国际级的吼。咱足侪国外的朋友讲到台南，拢会想到咱个新埔庙的烟火节啊。唔过咧，咱即回咧，伫咱个主委跟咱个局长吼，诶，即个推动吼支持之后，哇，即回办的活动等于是2.0版吼，咱个结合咱个迄个新春吼，即个活动啊，个咱个迎春牛吼，啊个其他许许多多吼诶活动，变成是一个带砖的系列，安尼吼，相信吼会当好，愈侪吼国内外游客吼来台南佚佗吼，唔是讲吼待一天两天，可能要待几礼拜啊吼，啊个是讲希望因个大家拢会当来遮吼，甲咱带动咱在地的经济。吼，带动咱个在地的旅游的市场吼，啊，我想这个部分个时间办这个活动吼，也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所在吼。啊，那希望呢，大家吼，会当呢，甲亲戚朋友吼，迄个互相吼，到小伯吼，是到顶桥楼卡吼，大家吼，少吼来台南吼过年吼，啊，祝大家吼，迄个新年快乐吼，万事如意吼，啊，鼠年行大运吼，啊，希望。大家吼，来想要了解吼，咱台南过年期间的活动吼，各有吼，就是吼，我想要个补充者，咱市政府来建置一个吼，2020的台南新春的班路啦，吼班站吼，欢迎大家吼，去景观检索吼，所以讲吼，台南真侪好佚佗、好食吼，好去食街的所在吼，欢迎大家吼来作为参与。啊，上重要就是咱跨年吼，咱的农历的除夕一定爱来新埔庙遮参加这個跨年活动，啊，感谢大家，好，谢谢。谢谢林林指导。那么咱继续嘞，就是咱正宗农历五星二庙啊，这个歌功宴会以外，阁有十二门诶，这个风炮城。那么要观赏这个风炮城嘞，
啊，要来咱由咱这个做台南市咱消防局啊来做这个防火的示范哦，咱消防局啊有准备了吼，请。好来，哦，伊即马就是要看风炮，哦，看咱咧炸风炮，诶，即个风火，诶，即个喜欢哦。诶，长官、记者朋友以及2月8号要参与风炮活动的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要介绍风炮活动防护衣的安全穿戴及相关注意事项。首先，鞋子以棉质布鞋。那袜子以棉质长袜，裤子穿着棉质厚长裤或者牛仔裤，上半身着厚棉质外套。那外套的袖口以及裤子的裤管，尽量以橡皮筋或者是胶带缠绕，避免风炮窜入。那如果有口袋，也记得要拉上。避免风炮于口袋中炸开。那脖子以湿毛巾包覆。手套以棉纱手套。然后戴口罩。必要时可以戴护目镜。然后头戴安全帽。那安全帽下摆可以自行加设帆布或者是防火材质的窗户的布置。那最后提醒参与活动时记得补充水分。那在外围观赏的朋友也应注意风炮的射程，那风炮射程约30米，所以在外围观赏也要注意避免受伤。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非常感谢感谢感谢，在咱消防局来做这个防火示范。那么介绍咧，咱今日啊就是咱的记者会到这我们结束，啊全体请合照哦，全体合照，全体合照哦，来。啊，这些流量哈啊！幸福就在身边。来掏钱哈，来掏钱一箱哈。这次为什么这么突发奇想来发来谈这个东西？情绪化呢？来过咱台湾人真真正正的这个问题，让他们会特别的快乐。那如果我们台湾人或者民族习俗都是农历的跨年，安尼就非常的好。来新北问听听，看看这人家妈做红包，何乐而不非常的值得大家踊跃。一起来参与，正统入而送庙，化缘转恩。讲介咧感谢我，然后都经过一段进入感恩年啦。对了，到现场看到我叫我转来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第一次啦。他这个过来的。好，我们相关的政府部门呢，也听到这个活动呢，都非常的乐意。尤其我们的交通部，还有一些的市政府。单位都非常乐观其成，踊跃来参与这次活动。终于，然后讲讲这个跨年活动啊，对，然后大概好来，啊，咱本庙的这个委员吼，咱家。我这么刚开测试哦，我有团队啊，工人啊，我单位都很兴奋。你看，你跟我们讲，人家谈的中队对这农历的跨。咱这个了，你们新北市的，咱这届来实验首创的农历跨年，是足好看的。
个是大个，我甲前几间巡逻队，哦，即个鉴定定则八公尺。啊，咱的五虎潜水，即只王在地五虎潜水的，有是十公尺宽，啊，佫有足侪只的草丛图案，啊，即足侪只小朋友足爱足爱的一款车的卡通人物，嘿，一定予咱全国先生在听，那因来来看小电话，啊来。来过咱的农历跨年的，来进行值回票价，啊，因为呢，咱新北苗够具备咱马祖2200的诶钱袋，要予咱的先生来听，下等于吼，还得吼超值，啊，会当予你大发财哦，啊，搁有咱就一连串的一挂迄落咱的抽奖活动，啊，搁有咱机会。伊就嘛准备一挂小礼物哦，啊，一定会予咱全国先生值回票价。各位，咱新北庙今年呢，咱过年拢有一连串办着咱的过着这个七彩平安夜，啊，望春雨，哈，啊，讲好话，啊，有咱的安泰水点光明灯，种种的活动。真正是足有看头的，尤其咱伫正月十五，咱阁吼来办这个国际烟火，吼，来安尼足足拄啊，100分钟拢无冷票，咱全国先生代表，你若无来，一定会后悔。啊，咱阁有变春牛、抢春牛的活动，抢到这个春牛肉，当然吼做生意的拢会一夜加持哦，啊，做看的拢会当安尼步步高升，啊，你若去吼。抢到这个春牛肉，下顿去放在恁的财库里，财库就是你的包包嘛会使，啊是你的保险箱也拢会使，迄拢会生钱哦。啊，并且咱全国先生代表一定爱来正统罗里门信宝庙啊来佚佗下，感谢，多谢。